启禀皇太后，不好了，安老爷被山东巡抚就地正法，还暴尸三天。这是冲着我来的，冲着我来的。皇额娘在病中没能临朝，这点小事是由我做的主，按祖制办的。原来这样，你看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好啊，杀得好，杀得对，该杀。这是对着我的，对着我来的。哼，你们等着瞧，让你们也有这一天。都说他是假太监，有人还掀开席子看过呢。太监就是太监，什么真假，这是故意败坏我，糟蹋我。那拉贵妃如世子为帝，骄纵不法，可即按祖制处置。哎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皇上，选皇后是大事，要以德不以貌，懂吗？皇额娘，我懂。选皇后是终生大事，是。我又替不了你。听说慈安皇太后有一阿鲁特氏，她比你大，都19了。我呢，倒是看中了她。这孩子年纪小，长得漂亮，聪明伶俐。是是是是是。什么意思？我想两个都入选，一个皇后，一个贵妃呀。好啊，你倒学乖了，两宫太后都不得罪。皇额娘问你，哪个为正呢？当然是年纪大的在前头了。好啊，你人大，心也大了，我管不了你，你自己去选吧。甭哭，孩子，有时候当贵妃比当皇后吃香得多。慈安太后，天津民教乡愁，您看。还是你拿主意吧。唉，别回头又是奏折又是弹劾的，有事可得大家伙儿顶着点儿。这样，朝廷马上派特使去天津，这当面给洋人谢罪，
讲明朝廷是力主万年和好的，不能让皇上的大婚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。嗯，该砍的砍，该杀的杀，该赔的就得赔人家，总得让洋人平了这口气才行。按照慈禧皇太后的旨意，醇王奕璇和年迈病弱的曾国藩向洋人屈膝求和，20多个无辜百姓的尸体躺在天津的法场上。
度职业和打卡环境安全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去做这么久的努力，就是你拿了份文字民族的事情，麻烦你还是很多什么很多的努力，这边还有很多人不熟悉，我的问题是什么，我做你的卡上的把这方案也好，决定决定自己，如果你想要我决定了，还是可以主动出动你。感觉不问还是你很好看的，我多么喜欢看你自己。很烦恼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祝祝你事业和家财发自然的事情。祝这和默契不这么简单的意义。祝祝你加了分，那是给你努力努力学习。麻烦你和客人。